假如作业可以当钱花，戴教授，给我拿包火爆基金，再给我来一瓶健力宝。来来来，一共五本作业，这么便宜，才五本啊！来，我数给你。嗯、好嘞。二狗，你这怎么是美术作业啊？这可不够，给我再加两本。美术作业也是作业啊？行吧，给你。哎，二狗。你不都上初中了吗？你怎么给我小学的课本啊？不行，再给我加两本。你可真黑呀、啊，大牛总。那走了。大牛总，给我拿一整箱辣条。小汉堡，这么多作业啊？这就给你拿。来来来，你的辣条。谢谢大牛总，我走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小汉堡，你给我回来。怎么了，大牛总？你这作业本也不是你自己的呀？张翠花、方江南、李铁蛋，你该不会是拿了别人的作业本吧？不行，我要告诉你们老师。啊，大牛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千万别告诉我们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们说，我们要不要再给小汉堡一次机会呀？